你就是南庆诗神，外臣惶恐，担不起诗神二字。拜见太后。起来吧，皇帝爱极了你的诗啊。陛下想跟他聊些什么呢？ 闲谈诗文，还请母后恩准。你是皇帝，可以自己做主。要想谈诗文，谈便是了。大殿威严，不便交心。朕想范闲陪着走动走动，母后辛劳正事，还是回宫歇息吧。是这大殿威严。 还是哀家太威严了呢。母后雍容和雅，天下皆知。那好，哀家陪你们一同走动走动。母后辛劳，岂敢劳烦？陛下既然如此说，那哀家回宫便是了。你小师姑来了，要想闲谈。 就请小师姑陪同吧。恭送母后。小师姑何时回的上京啊？昨日回京，家师忧心宫中恶人太多，故遣民女回宫。恶人？是，这世上恶人众多。 有的狡诈奸猾，有的无耻阴险，有的还会给别人下药，防不胜防。嗯。